回族战情白热化，美军小钢炮陈其安重返舞台，火力全开。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。天生的好嗓音，你这声音真的有魅力。面对宿敌猛攻，卫兵者蔡兴芳严阵以待。每一种决定都像肝肠寸断。19岁双强对决，激战精彩可期。